個位去到 5.2 呢，咁我哋會教大家 double angle formula 嘅，咁我哋叫兩倍角公式，兩倍角。咁咩嚟嘅呢？咁大家可以望下啦，嗱呢度有另一堆咁嘅公式嘅。咁呢堆就其實考試唔會俾你㗎，咁佢真係要記得嘅，呢啲要背嘅。咁就做得多都記得㗎啦。咁sin2a 啦 ,cos2a 同 tan2a 呢，原來可以化返兩倍角變返一倍角嘅。咁分別係呢個啦，有啲係咁啦。咁都講一講點推啊啲公式，呢啲推法咧比較簡單嘅，比起 5.1 咧就簡單啲。好，咁其實呢度咧，到時派工作自己都會再做一次噶啦。咁咧就點嚟咧？呢度都有啲 hints 嘅 ，sin 2a 可以諗成 sin a 加 a。咁點解係咁做咧？嗱，變成呢個之後咧，你可以用翻 5.1 嗰啲公式啦 ，sin a 加 b 係 sin a cos b 加 cos sin b 咁去做。咁所以咧，譬如 sin 2a 就係寫成 sin a 加 a 啦。咁你當一個係 a 一個係 b 咯，就 sin a cos b 加 cos b sin a 嘅。咁所以就變咗，其實我剛才講嘅 A A B 咧，其實全部都 A 嚟噶嘛，而家 A A 咁啊 ，sin A sin 前 cos 後加 cos 前 sin 後啦，得唔得？咁就呢個兩個你發覺咧 ，sin A cos A sin A cos A 一模一樣嘅呢兩個，咁加埋咪二 sin A cos A 咯。咁所以就好簡單咁推到呢條式，所以呢條式點嚟嘅咧？其實嚟自 5.1 嘅呢條式嚟嘅，只不過將個 B 變咗 A， 得唔得？咁就全部都 A 嚟噶啦呢度。好，咁啊 ，cos 二 a 一樣嘅啫 ，cos 二 a 諗做 a 加 a 啦，咁啊用翻之前條公式咯 ，cos a cos b 減 sin a sin b， 咁所以 cos a cos a 啦，就 cos 前 cos 後減 sin 前 sin 後啦，咁就呢兩個一模一樣，一都 a 啫，咁呢兩個 square 嚟嘅啫，咁啊佢二次同佢二次咯，咁就變咗呢條公式啦。咁但係呢條公式咧用得比較少嘅，即係你一見到 cos 二 a 嘅第一條啊，即係呢一個咁嘅公式，用得比較少嘅。咁好幾多時用得比較多咧，就係後面呢兩個，即係後面依家你見到嘅呢個同呢個，因為佢呢兩個式咧變成得翻一款嘅 trig 嘅 ratio 係咪啊？即係一款 cos 啫，呢個得一款 sin 啫。咁點樣由呢個再變咧？咁冇嘢嘅。嗱，譬如你而家見到 B 式 B 系列嘅二號式咧，點嚟咧？就將呢個抄出嚟啦。譬如我想轉曬 cos 嘅，咁啊將 sin 咧轉做一減 cos square 啦嚇，用初中恆等式啫，將 sin 二次變成一減 cos 二次，一拆括號。咁啊，兩個 cos 二次減一啦。好啦，另一個形態啦，頭先我講過呢個樣係咪就差多次啦？咁今次做轉 cos 變一減 sin 二次，咁減兩個啊嘛，咁咪一減 sin 二次 a 咯，一減二 sin 二次 a 咯。咁所以咧呢兩個比較重要嘅，呢兩個做數上用得非常多噶嚇。二 cos 二次減一，或者一減二 sin 二次，呢兩個用比較多，呢個用比較少嘅。好，咁啊，除咗呢三個形態啊 ，cos 就麻煩啲咯，有三種形態可以選擇。sin 就一減嘅 ，cos 二減二 cos 減一 ，sin 咧就二 sin cos 得一款嘅啫。好，呢兩撇有乜嚟嘅咧？其實冇嘢嘅，只不過將頭先嘅二號三號式將個主項變換嘅啫。譬如我依家將二號式抄一次出嚟啦，然之後將一褪過去，將個二除過去，變咗我想用 cos 二次由一倍角變翻兩倍角，原來就可以寫成咁嘅 cos 二次 a 咧就一加 cos 二 a 除二。只不過將二號式做主項變換嘅啫，即係將啲嘢移翻過去，咁就 cos 二次做主項。呢條式一樣啦 ，sin 二次點嚟咧？就將頭先三號式啊呢一個樣抄多次啦，將個 sin 二次 a 做主項變換，咁啊一減 cos 二 a 除翻二嘅。咁呢兩個都非常重要啊，因為其實呢兩個用得非常多嘅。以後你想將啲一倍嘅角變翻兩倍咧，其實就可以用呢一個樣啦，一加 cos 二 a 除二就 cos square。sin square 咧就一減 cos 二 a 除二嘅，一個加一個減，咁呢都係要背嘅，因為唔會俾噶，同埋呢個係重要啊，比5.1更加重要。好 ，tangent 咧都一樣嘅啫，咁 tangent 二 a 條公式點嚟嘅咧？咁二 a 咪等於 a 加 a 咯，咁 a 加 a 就係 tangent a 加 tangent a， 咪一減 tangent a 除乘 tangent a 咯，就係呢個即係 tangent a 加 b， 就係頭之前學過嗰條式咯 ，tangent a 加 b 就係 tangent a 加 tangent b over 一減 tangent a。tangent b 啦，咁依家咧兩個都 a 啫，咁咪加埋佢，上面加埋就兩個 tangent a， 下面乘埋就 tangent square a 嘅。好，咁啊呢度講咗點嚟啦嚇，你可以自己望一望。咁我再show 一條用法啦，條例子俾你睇下，第二題啦，你翻到嚟都會再做一次噶啦。咁咧就呢啲樣啦，話俾你聽 tangent theta 咁多，話俾你聽 acute angle， 就叫你揾呢啲答案。咁啊 acute angle 比較簡單 ，acute angle 鋭角啫，咁所以你畫出嚟呢個 x y r 全部都係正數嚟嘅。咁就 y over x 啦 ，y 係二 ，x 係三啦 ，r 就不是定理啦，計到咯。佢問你 sin 二 theta 係乜嘢喎？用公式咯，二 sin theta cos theta，sin theta
砌咯 ，y over r cosine theta x over r， 跟住乘埋佢就係噶啦。好 ，secant 二 theta 先轉一 over cosine 啦。好，咁呢個好多種做法嘅，你中意點做都得噶啦。你中意一減二 sin 二次又得，你中意個分母係二 cosine 二次減一都得，甚至乎個分母 cosine 二次 square 減 sin 二次 square， 即係用頭先嗰條恆等式咧，用一個、兩個、三個、四、三個都得啦。咁我揀咗呢個啦，跟住 put 翻啲 sin theta 落去咯，稍微化簡咁咪計啦。好 cotangent 咧，咁啊醒目咯，唔使重新做啦，因為 cotangent 就 cosine 除 sin 嘛，係咪？兩個都係二 theta。好，咁唔好忘記喎。其實 cosine 咧，如果呢啲我跳一步嘅，其實再做多一步咧 ，cosine 落翻分母咧就可以變做 secant 嘅二 theta， sin 就二 theta。咁呢兩嚿嘢啱啱先做完啫嘛，係咪啊？即係頭先上面呢一個啊，咁咧就我就冇移落去啊，我就純粹將個答案調翻轉啦，我冇咁寫喎。嗱，我呢個答案點嚟嘅咧？就係將個佢問 cosine 二 theta 啊嘛，我知道 secant。如果 secant 係13除5，咁 cosine 就一 over 咪5 over 13咯，呢個就係個 cosine 啦。啊，因為我有 secant， 我將個 secant 答案調翻轉顛倒就變呢、這個 sin 咧就照抄落去，跟住兩個13約鬼咗咪5 over 12咯，就咁樣。好，咁我講咗咁多先，咁啊後面嗰啲上堂就慢慢做啊。